有没有在新加坡有机会拍过照片？新加坡有，我有拍一些新加坡的照片。那个我的 iPad 给我，我特别带来的啊，这也是用莱卡拍的哈。OK， 哎、欸，很独家哎、欸，在新加坡拍的一些照片。因为我到每一个地方哦，我不可避免，我一定不是不可避免，我一定会找时间出去走一走。那新加坡对我来讲，那个乌节路虽然很多观光客哈，但是他可以看到新加坡的缩影。嗯，因为他那个是新加坡的那个忠孝东路就对了。嗯，那我在那边拍到几个。这是我的幽默，我拍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我自己的幽默感。这是一个人啊，然后他鼻上有小人啊，所以那些人都变成鼻屎了，有蜘蛛从这鼻孔里头跑出来。我觉得你的幽默感真是蛮独特的。赶快转下一张。这个是他卖这个路边的那个在卖那个小丢上去他会滚下来的那个人、啊、只是这个是我的 point， 这是饭店啊，我最常去的就是饭店嘛，这个也是饭店，这是新加坡的饭店，就是最近我如果这个、没有，你是去夜宵了之后去拍的，是对不对？我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拍这样子，吃了海鲜之后然后就到这地方去拍了，就是我们庆功宴常会去的那个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滚石三十的舞台下面。后台。第一舞台下面不是后台。舞台下面。舞台下面的钢架、okay， 就差不多像这样子。OK。还有吗？还有拍一个新加坡的那个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吗？就有点像几何图。对。你对于线条的一些敏感。这个、一些敏感度。对。光影、啊。我也不是。拍照是一个讲不清楚的事情，你不要一直问我这样子。我以为你是诗人嘛。那个诗不能解释太清楚。我也有拍那个新加坡那个地铁里面说，你不要把头靠在窗户上面。你在新加坡搭地铁啊？因为会有头油。啊？你因为我看到你，比如说你在台湾会到捷运站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哈、那个。当一个公众人物哈，你绝对不能放弃的，就是你的自由自在的去任何地方。是，这个是你不能放弃的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事情，你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生活是什么。所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溜出去做一般人会做的事情。